惋惜，对啊，就是空中啊。它不如开空气清洗机。问题是现在是 window open 啊。这个灯壁这么暗，什么意思？是看起来好像没有很亮。那个星期二吗？是的，是星期二，是一百趴。那为什么价那个差这么多？因为他只是把光线控制在一块。哦。但是，怎么一千还是这么暗？它不要的光消除，所以它是减少，不是集中。集中是那个反光照那个才是集中。让我把罩罩拿下来，就变超亮。这个有，这个双层是有用的，但是因为很烫很烫，所以你只要碰到前面这里应该是很烫很烫。但是你因为双层外面这里是手可以直接摸的，这么厉害。所以有保护，保护它的本体，跟保护使用者的水。是的，超帅的。他说他可以单独卖啊，但还没卖啊，不知道是多少钱。我猜应该也是个有5000以上的东西，5000以上的东西啊，5000以上。
换到不同版本，至少一个小时。修，修，